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巴特，今天来到乌鲁木齐了，然后妈也在那边买东西，在乌鲁木齐大巴扎，国际大巴扎，然后妈他们在买衣服，因为4月15号，妈妈爸爸要去伊犁接女方的家长嘛，然后聊这些才，就是说白了下聘礼去了，然后今天呢刚好姐姐也来了，因为姐姐迪拉拉是5月15号结婚，现在就开始买嫁妆了，回来买点五金，然后买点衣服那些东西。就是结婚用的东西，在里面选的，我感觉买嫁妆是特别紧张的一件事，男的坐在旁边是很紧张的一件事，就心情很复杂。接下来结婚了，我们看一下姐姐选东西。这是一套吗？哦，这个有样子，这个有样子。采访一下结婚前的啥心情，即将还有一月了，哎，幸福。选的眼花缭乱的地方，这个样子有啊，看你转过来，可以。现在感觉乌鲁木齐大巴扎的人特别少，以前来的时候感觉这个地方人山人海的，这是我们大巴扎的中心，这边就是我们国际大巴扎，特别漂亮。以前感觉这个地方所有的新疆的小吃美食都有，特别热闹，现在也挺热闹的，更热闹。30多克才，你不是300克买呀？金子买好喽，项链、金手表、手镯，是耳环，这三个戒指，总共50克是吧？50克。你的结婚嫁妆买好了吗？买好，还没有。还有啥？还有买啥东西？不知道，还要买衣服。姐姐的黄金已经买完了，然后衣服买完了，下午还要买别的衣服是吧？哎，男人之前别人花。终于体验到家了，上一秒在乌鲁木齐，下一秒就到塔城了。弟弟啊，买的嫁妆也买完了，那天我妈他们去伊犁买的一些衣服呀，乱七八糟东西买了。大家看我们的后备箱，已经是能塞成啥样就塞成啥样了。我们家小鹅已经坐了一天车，不哭不闹，一路吃吃喝喝就来了。小七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等会儿学会了咦。